学生囡仔伫树下骹演唱，学校老师也做伙念着歌词。今仔日西丽龙岗的校园特别有气氛，因为学校内底阿伯乐当时开会期。建这个大楼的时候呢，我们学校整个景观呢也是有做一个规划。那当时很多同仁呢就建议说，种一排这个阿伯乐在这个地方。那最近看这个阿伯乐呢慢慢长大以后，觉得蛮不错的啊、哦。那就希望说把这个阿伯乐呢看能不能当作校树啊。那我们学校本来有一个茄榕树，也是相当不错哦。那假如说能够这样子的话啦，那以后每一年都可以呢来办这个阿伯乐节。学校内底阿伯乐每年这个时阵拢开了特别水，今年图书馆特别配合着会期，举办了一连串的艺文活动，和专校书生做会底下巡回。那我们这次透过这个阿伯乐花海季，我们希望把西螺农工所有的艺文活动，包括文学的，包括美术的，包括音乐的，包括阅读的，全部都结合在一起。那透过今天的活动也希望能够在学生的心中种下一颗艺文的种子，那希望这颗种子日后可以成长发芽茁壮，最后成为一棵美丽的大树。咱就有机会在树下骹念歌词，欣赏美丽风景，和真侪学生拢停下脚步。校方希望未来会当将这个阿伯乐花海节变成一个传统，成为学生共同的记忆。那这个节日呢，可以给学生呢 在心中里面呢、有很多的回忆啊、那么也能够借这个活动呢，来提醒呢我们学生对校园的关注。我是高一生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阿伯乐，所以很高兴。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阿伯乐的开会期，学生当日无闲准备各种的考试，好好举办艺文活动，也提醒因暂时放下轻松，欣赏美丽风景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